赶紧滚，就认识钱，你就是一只喂不熟的狗，我告诉你。梅姨，哎，欣欣回来了，欣欣，你既然回来了，就别走了，这是你自己的家，愿意住多久住多久啊？不用了，我已经找好房子，我明天就搬走。又走了？那走了你就别回来了，永远你都别回来。 干什么呢？没事吧？做实验呢。听说安队现在住到办公室里去了。嗯。哇，那还好，昨晚没有惊动他。狡辩什么？说不定安队早就知道了。不是，咱们安队也不是没有办过大案，也没像他这次这样，连家都不回了。走吧，开会。 昨天晚上你们干什么了啊？小刘把妆都告到刘局那儿了。黑着小刘，看我不收拾他！行了吧你。安队，昨晚我们请了一个专业的魔术师来队里，根据目击者的证词做了一个实验。在当时的光线下，这个装置可以隐藏起来不被看见。但是目击者以为是凭空漂浮的。这套把戏是最古老的人体悬浮魔术，100多年前就有了。这种悬浮需要人躺在起重机的支板上。 这个魔术需要体积比较大的道具作为支撑，但就目前案发现场的痕迹来看，并不足以支撑这种推论的。那有没有这种可能？磁悬浮？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雷海姆在1997年就通过磁悬浮技术克服重力作用，现场表演了悬浮活青蛙，并推论使用类似的方法可以让几乎所有的物体悬浮起来。但这个前提是被悬浮者必须穿着相应的磁力衣。 从事件结果看，死者从空中坠落砸坏茶几和玻璃果盘，导致玻璃渣垂直穿透衣服，刺入身体，说明死者在落地之后根本就没有被挪动过，也就不可能存在什么穿上再脱掉磁力衣啊。你们这些都只是推测，不过呢，在特定条件下是有可能成立的，挺好的。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种态度和工作方式是值得肯定的啊。嗯，尚姐接着说。好，首先凶手的作案动机还要从两名受害者董小慧和关静堂身上的共同点来入手。两个案子的被害人曾经在同一单位工作，而且董小慧还做过关静堂的秘书，会不会两人在单位结下了共同的仇家？从关静堂退休单位给出的反馈来看，这种可能性不高，而且时间跨度太大，基本排除。董小慧、廖凤琴、张丽梅，三个女人一台戏，不会是情杀吧？真有想象力。想破案就得敢想，不如从那个图案入手呢。你们看看这个，在案发现场留下来的诡异图案跟这个彼岸花很像。彼岸花又叫曼珠沙华，花分为红色、白色两种。传说白色的彼岸花绽放于天堂，红色的彼岸花盛开于地狱。哎，这什么杀猪卖花的，我看不就是一朵菊花吗？案发当晚在关家出现过的张丽梅，还有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的杨明，也许是更好的突破口。杨明最近沾上了赌博，欠了不少赌债，放高利贷的也在到处找他，那他也躲不了几天了。这样，我分配一下，王松、方月，你们去查一下张丽梅和杨明的社会关系。是。董小慧和关静堂的关系就从关家兄妹入手，关宏建那儿我去找他聊聊。黄伟、尚杰，你们去查一下关欣欣，张丽梅也监控起来。是是。回来啦！正好，你赶紧洗手。哎。菜得了，准备吃饭了啊！妈啊，你怎么又看这些房子呀？我不是说了我没钱吗？钱的事儿你不用操心啊。来，妈，您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去关叔那拿钱了？关叔出事那天晚上你是不是也在啊？怎么说话呢？你关叔呢是接济过我们家钱，可那都是你妈应得的啊！你说我在他们家这是又当爹又当妈的，把他们老关那两个孩子拉扯大了，我这还三不五时的给他们拿点山货什么的，那他关叔给我钱，这叫礼尚往来，这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村里人都怎么说你？我管他们怎么说呢，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妈，你能不能不要把我当三岁小孩？你跟关叔他……常叔，你是不是长大了，翅膀硬了啊？怎么跟你妈说话的？你爸去得早，我就是不想让你受委屈了。我咬着牙不改嫁，一个人把你拉扯大。我也没指望你有多大出息，可你不能这么没有良心吧？那我这么含辛茹苦的，我为了谁呀？我不吃了。Thank you.
怎么打个盹还坐吗？是我射击太差了吧？我工作可能是太累了。确实，最近局里的压力挺大。但是我看你没怎么吃饭呢。有句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日不吃心发慌。你也别太担心，有咱们安队在，再难的案子，解决它也只是时间问题。其实我小时候经常做噩梦，我只要一做噩梦，我妈就会带我到窗边看看外面的世界。她说外面什么都没有变，天还是天，地还是地，人还是人，梦里的一切都是假的。是不是啊？老婆，我来陪你。出去。欣欣，你别这样，你知道吗？你走了之后，每一天我都在想你，我是真的舍不得你，我更离不开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真的不会让你失望。陈虎，你心里的算盘珠子打得我都听到声了。你不签字离婚，不就是因为想分遗产吗？哎呀，欣欣，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你这么想我，你让我很伤心呢。行，那你就签字，签完走人。欣姐，你没事吧？真没想到，小的时候你被欺负都是我保护你，现在换你保护我了。我酒店还有事，那我先走了。嗯。哦，你记得把门反锁一下，不要随意开门，有任何事情随时打给我啊。对不住了，大家跟着我也都辛苦了，这些钱是我现在能拿出的所有的钱，剩下的部分我已经写好了欠条，大家给我一段时间，我一定把欠大家的工资都给补上。关总，别说了，这些年你待我们不薄，这钱我们不能要。其他人我不敢说，我姓崔的，相信你一定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到时候我还接着跟着您干。谢谢大家，散了吧。走吧，走。关总，你怎么又回来了？公安局的人来了。董小慧，
听着很耳熟啊。他和我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他之前给关金堂做过秘书，上个月被人给杀了。我想起来了，他呀，那时候都在传他和我爸的关系不清不楚的，没多久就辞职不干了。你母亲就是那年失踪的吧？喂，二哥，关键堂总表子上他的衣服组成 DNA 被结果出来了，张丽队的情况都很高，但不是张丽，极有可能是他儿子长顺，那个长顺正在关虎剑手底下做事。好，我知道了。香菇脆，我最近工作比较忙，没空吃饭，就吃它对付一下。口味很独特，小时候被我妈惯的。我妈特别爱吃香菇，所以我后面都挺爱吃的。说句不客气的，知道她和她死了，我替我妈在天之灵感到欣慰。你这是不是有个员工叫长顺？请问关欣欣在家吗？你没事吧？这怎么了？私事，我不想说。你画的真好。谢谢。你们有事就说吧。董小慧，认识吗？眼熟，好像是在哪儿见过。哦，想起来了，小的时候去我爸厂子里玩，好像是他的一个员工。那你知不知道他和你父亲的关系怎么样？这个我就没印象了，那个时候我太小了，只是记得有这个人而已。好，那我们不打扰了，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随时和我们联系。好，走。慢走。长顺，五月十八日晚上十点左右，你在什么地方？我在酒店上班。关宏建的酒店不是快倒闭了吗？至于让你忙到那么晚吗？关金堂死的时候，手表上残留了一些不属于他的皮肤组织，能告诉我一下你手臂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吗？那晚我确实去过关叔家，但不是十点左右，应该是八点多。洪建奎的酒店遇到了一些困难，没有资金周转，他去向关叔借钱，可关叔不拧一点亲情，就是见死不救。我从小跟着洪建哥，我从来没有见他像现在这么难过，我就想着去向关叔说情，可关叔不听，还骂我跟我妈都是喂不熟的狗。我当时就气不过，我就顶撞了他几句，他突然打算揍我，我一着急我就推了他一把。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发誓我走的时候他好好的。好，我知道了，在这签个字你就可以走了，不过最近不要离开本地。
谢谢。您的粉儿，谢谢。哎，帮我拿个勺子。哎，好。还这个味道。小时候最爱吃这里的糖粉，他们都觉得这里不卫生，可架不住好吃啊。记得有一回零花钱不够了，咱们俩就点了一碗，结果老板不小心放了你最不爱吃的葱花，你当时都急哭了，最后我把葱花都给你挑干净了你才肯吃。今天警察也去找你问董小慧的事了吧？是，看来问的问题都一样。你这次回来是不是就不走了？不一定，没想好，主要是现在不知道该去哪儿。虽然以前这个家也不像家，但是至少还有个人在，现在人也没了。还有我呢，陈武是不是也跟来了？顺子跟你说的。他本来已经同意离婚了，我以为我马上就要解脱了，没想到爸突然死了，他又反悔了，想着再从我身上敲一笔。敢欺负我妹，我一定不会放过他。酒店的事你打算怎么办？没什么办法，走一步算一步吧。我这有一些积蓄，你要不要拿去应急？嗯，不用，你先留着。我听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朋友说，老爷子前几天去银行取了一大笔钱，300万。他有没有给你提过？一定是廖凤琴忽悠的，这个家都给他和杨明算了。老板，帮我加点葱花。哎，好。怎么现在口味都变了，开始吃葱了？你记错了，小时候我不喜欢吃的，是汤里的猪杂。安队，嗯，两都在这儿，我正找你呢。进来说吧。等你半天了。谁的照片？找我什么事儿？这照片和安队。说正事儿。我说的就是正事儿啊。我不想回答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哎，对某些人来说无关紧要，可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就至关重要了。现在至关重要的是廖凤琴。廖凤琴在案发当晚有段时间她不在场，证明是存疑的。而且很多凶案第一报案人就是凶手。安队，干嘛？有新线索。关家附近是老城区，覆盖率不高，所以盲区太多，取证难度太大。这是我们今天早上刚拿到的监控视频，5月18号晚9:34，杨明从这个路口经过。我们也查过其他几个路口的视频，都没有发现他离开的身影。根据案发时间分析，他去过案发现场。这个是我们获取到的关敬堂银行提款的单据。案发前他去银行提取过大额现金，1次50万，分6次，共300万。最后一次是5月16日，但是在关敬堂家并没有发现这笔现金。你说案发当天你去外地参加了一个教育研讨会，当晚你就在主办方安排的招待所住下了，第二天早上你才回来，期间你有离开过吗？离开过，睡不着觉就去河边散了散心。有人能给你作证吗？从头到尾只有我一个人。今天中午11:23，你接的那通电话是杨明打给你的吧？嗯。
是。他听说我住院了，打电话过来关心一下我的身体。杨明这孩子生性顽劣，不怎么学好，但是他对我起码是很孝顺。电话里他又没有说他在哪儿？没有。如果你真的相信关敬堂的死和他没有关系的话，你就应该让他来配合我们的工作。哦，对了，有个叫耗子的人，杨明就是跟他学坏的，最近他们经常混在一起。不玩了，不打了，走了。他不玩，我来呀、啊！来来来，来，娟儿，来，玩，不要不要。耗子，你谁呀、啊？杨明呢？我又不是他爹，我哪知道他在哪儿？我们自己玩的，没有赌博、啊。我们是来找杨明的，请你们配合。有监控，赶紧进去。哎，干嘛你们？哎，进去去，快！来了。哎，怎么是你啊？什么事儿？杨明在吗？不在，这几天一直没回来。哎，是不是杨明让你来找什么东西啊？你跟我说，我给你找。老爷子死之前从银行取了300万。最近我的酒店生意不好，那笔钱是给我周转用的。现在老爷子死了，钱也找不到了，杨明又下落不明，很可能和丢失的钱有关系，甚至和老爷子的死也脱不了关系。啊？所以你赶紧联系杨明，那到警察局就不好办了。哦。这根本打不通啊！我这两天一直联系他，不接电话，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如果有他消息，赶紧联系我。行。喂，哥，我陈虎，我在你办公室呢。你啥时候回来？我有事儿找你。王松说这条路上根本就没有监控。如果有人是为了关敬堂的这笔钱有备而来的话，那么他得手之后肯定会走这条路。所以这个人对周边一定很熟悉。尚杰，问你个问题。当你在阳光下看见一只蟑螂，说明什么？说明他跑错地方了。错。说明阴暗的角落里已经多了挤不下了。你们女孩子都应该怕这玩意儿吧？我相信天理昭昭，善恶有报，只不过是个虫子，没什么可怕的。查到了吗？这车怎么了？有问题吗？这个记录仪是工作状态，联系车主，查看一下有没有线索。喂，你好，
哎，请问您是汽车尾号95H 的车主吗？啊，我是。什么事儿？你说。我是警察，有件事情需要您协助一下。啊，好。在5月18号晚上8点到12点期间，您的车是停在现在这个位置吗？想想，对啊，我车一直停那儿没动过。出事儿了，凶手就在前面那辆车上，你小心点啊。怎么了？没事儿。绿灯了。